谢谢谢谢谢谢啊，谢谢，好开心啊！行了，听见了，听见了啊！喊什么都有啊！行了，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听见了啊！谢谢吧，嗯，合着都是我们家亲戚，嗯。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嗯，今天是腊月23，小年儿，小年儿祭灶，对，也是德云社的封箱演出。所谓的封箱呢，就是每年最后一场演出，嗯，封箱这俩字儿是从戏班学来的，是啊，打德云社这开始引起来，这个说相声的同仁们，大伙儿也都认可这个形式，哎，这个今天在北京的我们的演员，差不多都到，啊啊，我除了有事儿的请假的没来。反正乌央乌央也站了一台了，啊，得20来人，得呀。这个谢谢各位吧，嗯，因为每次封箱的时候呢，都会有一个，我们的形式，嗯啊，这个要大伙儿唱几句，是这个叫开场的门柳，啊。于老师解释一下他们是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啊？可能是喜欢听唱啊，好极了啊，咱们唱一个传统的。相声的小曲儿，嗯，叫发四喜儿。哦，闲话少说，打鼓就唱啊！哎，福自天来，喜冲冲，福缘山清，降雨平。水寒福来迟，身穿大红啊，路行小道连种三元，路凋零枝口内寒，路过小桥松林下，路过封箱做高位官呐，寿星禀寿，万寿无疆，寿桃寿酒摆在中央，寿披南山高万丈啊，横祖爷寿高。永安内康啊，喜花掐来插满头，喜酒斟来偶几偶，喜鸟落着在这房檐上啊，喜报三元独占鳌头啊。一上台来洗六神儿，一边财神儿一边洗神儿，洗神儿怀抱着金元宝，财神儿怀抱着聚宝盆儿，聚宝盆儿倒有着金马驹子在，金马驹子以上环站着金人儿，金人手托着八个字把您内。念诸位招财进宝，日进斗金儿哎，年年到有这3月3呐、啊，哎呀，王母娘娘百花穿呐、啊，哎呀，穿帮穿底檀香木啊。珍珠玛瑙玉石栏杆呐、啊，哎呀，上方有颗紫金柳啊，哎呀，鲁班法岛立桅杆呐、啊，哎呀，28宿拉船纤呐、啊。9天仙女吹打拉弹呐、啊。
喝酒，他还抽着烟呐。好不好？这换词儿，换词儿，不要这啊，不要这啊。今天本是那小年夜儿啊，哎呀，灶爷上天，腊月二十三呐，哎呀，上得天去，他演好事啊。回得宫来，俯首双拳呐、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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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哎，谢谢各位，风香马蹄。这世界很酷。